嗨，先吃小卷丝瓜面。他说很认真在那边捏他的那个气泡。来，先把它弄，先把它弄。好香啊！娜娜，你要吃很多很多吗？不行，不行。不行啊！娜娜在忙。哦，你在忙是不是？他居然跟我说娜娜在忙。还在吃哦，这有点烫。我要这个。啊，你不要这个，你做这么好干嘛？那你把碗都分好干嘛？是他自己分的碗。这汤匙是你要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加我的这个，最近加这个，加上，很喜欢哦。是不是要给我们代言一下？可以拿远一点，怕喷到。怎么啦？快被捏完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加的太多，过头了。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啊！我爱捏那个气泡。有多几个？嗯嗯嗯。没啊。还有啊，有吗？有吗？有。有啊。说这个雨要下到礼拜六，礼拜天才会缓和。是还好，因为我觉得变比较凉一点，不然前几天好热。嗯，是比较舒服一点啊。它会突然间瞬间变大，有时候听敲，才想说晚上窗外为什么有人，楼上为什么有人敲东西，叫咚咚咚。哦，雨变大，我才知道原来是那个雨啊，滴水滴在我们的那个屋檐上。我的台词配这个海鲜面还不错哎，蛮好吃的。刚好那个小卷，果然就是变了一种风味。我觉得它那个加那个，我今天是加那个丝瓜，嗯，丝瓜也很甜。我觉得你丝瓜弄成像这种汤面这样子还不错。对，小卷量超多。会整合那个。特小那种小卷，只是拔它那个很累。我昨天今天看到那个 Facebook 上面说啊，
安博不是输了官司吗？嗯，他要支付那个人，律师说他的钱根本就支付不出来，说他是要赔一千万嘛，他只有800万的身家，然后他的粉丝啊说要帮他募集这个资金来帮他偿还的，真的是铁粉哎、欸，说他这样太可怜了。要帮他募集资金偿还。我是觉得不要，因为他还要上诉。他募集资金偿还才啊，他偿还之后才能上诉。对，他要上诉。那这像这个打不完吧？但如果他真的是冤屈的话，那就继续上诉。因为这种事情，我说真的，这真的只有当事人知道，我们只是旁边雾里看花，越看越花。有啊，迪士尼已经要出第一季的那个什么官司啊？哦。你说纪录片哦？嗯哼。就最大赢家是谁？是迪士尼。真的。他买了这个那个版权，其实。不知道，我们好像已经要上了。因为这个也要有当事人同意这个版权才可以。拍嘛的，我还看到新闻说，另外一篇《海贼王》要拍真人版影集，已经拍完了。日本吗？不是，是美国，是外国人。嗯，真的好酷哎！最酷的是，我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个。说实的影片，他们打造了个黄金美丽号，就真的很大一艘船这样子，从慢慢这样拼起来。我觉得看起来应该喜欢看这个卡通的人，应该想要看一下。妈妈，就演员都帅很多，尤其像那个谁，骗人部，你看到我看到那个是帅的哦。应该男生都还蛮爱看那个《海贼王》吧？真的。好，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，真的，应该可以看到这么多好看的东西。没错，吃完了，吃清光光。吃。好啦，那跟大家拜拜。那。拜拜。嘿。那我拿提鞋。好。